阿母，你哪？你是咧看啥？啊？我做阿母。阿母，你哪？阿母，天就所在啊啦。这是布店呢。没错，这就是卖布的。阿母，阿母，你到底是要穿什么人啦？我做阿母啊。阿母，你哪有事？我做什么名？我阿母叫林雨莲啊。阿母，阿母，阿明，你哪会走啦？有人。阿母。阿母，是嘞，伊是我个。有人，莫甲我讲啊！阿母啊，伊是我打的时阵哦，甲有人生啊！你骗人！你听着吗？你即摆讲这是真实的？真实的。阿母，你莫阁替我暗卡嘛。有人。 伊毋是天罗的，你即摆讲啥？你搁讲一遍。伊是我个，我甲细聪生的。细聪，你变小查某，你变小查某，你这才是你做会出来，你变小查某，你变小查某，阿母啊，阿母，你叫阿母，我无你就袂变小媳妇。 你阿姐，阿母，我讲叫你无听是，阿母，你阿姐，你是要我用手机把你，阿母，阿母，你啦，阿母，你变甲我忍耐啦，看啥啦？你安尼创啥？阿母，有咧，不是你想的遐啊？敢当的？你若敢打出去？ 我不，你肯定在哭吗？我不。 阿彪，我都要跟你一起阿母，阿彪，那个阿婆好凶哦。阿彪，别惊。
不起来，等一下吧，要好不？好啊，阿布，你要跟我一起回去陪阿爸哦，对不对？阿布刚才是要送阿兵回去了，好。阿布，阿爸很想你耶，真的，他真的很想你。阿爸昨天晚上喝醉了，一直叫着阿布的名字。阿布先送阿兵回来去了。你若讲找无阿兵啊，因会足烦恼，你知影无？你听我解释啦，我绝对无用，你个查某吼，搁入来酒家的门啦。阿母啊，是你无了解幼莲，伊个生迄个囝是不得已的。什么叫做不得已的？你是去食到伊浮啊水深？天下间的查某遐尔啊多，你是安怎偏偏去爱着一个生计囝的查某啦？你是要我气死的心？天啊！你卡贱！我甲你讲吼，明仔载你甲我摕离婚证书去领噶，叫甲咱转去啦。哎呦，天啊，哪能遐急啦？那不得讲哦，照咱天宝所讲的，有人你敢点去啦？你莫在我面头前讲迄个查某的代志啦！准讲伊有迄个命，搁再加你来，我也无迄个命去咱的祖先啦！到底是安怎呢？那如果离家出走，阿爸、阿母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什么代志？拢总是你做的好代志啦！是安怎啦？阿平又走出去了啦，是啊，又去找不去啊！你搁在那在猜，不关你一切。我以后若要出门哦，我这面就去对小鬼仔扛啦。阿母，假使讲你若真正无法度接受有人，好，我甲伊离婚。你今嘛讲这，是不是真实的？田螺啊，你就是我土同呢。也唔够，我以后袂阁再错。我只是人，只是你，有联系我的牵手。你是你家强还是？枉费，枉费我饲你这么大汉，你为了一个查某，竟然你敢……哎呦，强啊，你嘛少想看卖，啊，有联过来这几天。人家表现了袂歹，嘛对你足孝顺。遐假啦！好歹你嘛给一个解释的机会。等伊两个结婚啦，咱也有请人客，亲戚五十，嘛应知影伊两个是翁仔某啊。结婚是搁安怎？伊都家己在外面甲人偷生囝，还搁有啥物代志做袂出来？最少你嘛当面听伊讲一下。阿母，你安尼创啥？求你，我一世人真正只爱有人一个人。我求你接受伊，好无？阿母，我去找有人倒来，来向你解释。敢讲你真是忍心，看我孤单过一世人？天妈，你回去啦。好一起啦，阿母，我是为了有人才来这开店，
的时阵，熟悉伊到今嘛，已经走。我等伊走，等到今仔日，伊才答应嫁我。为了一个查某囡仔，我会使欢喜甘愿等遐尼久，是安怎嘞？伊若毋是一个好查某囡仔，我敢会安尼做？阿母，袂阁有第二个查某人，我会安尼为伊付出遐尼多啊？阿母，混混，恁爸母常常无讲的，就是答应啊！紧紧去，紧去带伊倒来。进去啊！多谢阿母。是的，阿平去找你，敢有造成你的困扰？无啦。听阿平讲，昨暝你啉伤酒醉，卖搁再啉伤酒醉啊，好不？我不是爱啉酒，我是心情不好，所以。我知影啦，但卖你若啉伤酒醉，受伤害拢是别人。对，刚刚。你搁咧怪我迄一面？莫搁再讲啊！即摆上重要的是将孟琪家己找倒来。一个查甫人伫咧外口生活是足无简单的。我知影。当初是就不应该帮你个阿平。拢已经过去啊！我即摆已经嫁予天禄啊！伊嘛对我真好，阿平交予阮饲，我嘛真放心。小秋，你听我讲，你即马有一个很乖的牵手，啊，佮有阿平，你也好好珍惜。有人呢？有人，我想哪？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有人没回来啊？伊，强哥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阿平去找有人，我哪不知啊？阿莲哦，莲哦，莲哦，想哪呀？请我阿囝赶走啊！嗯，请你敢不知啊？有人已经有阿平啊？我跟你讲，啊，这款代志要哪样安排？你唔知影，两早甲厝的人先讲互清楚。你，啊，都等叫人家己做唔对代志，你搁听到要创啥？为着唔是安尼先讲啊，啊，伊要带玉莲，你应该这层代志要先解决。啊，我着管遐济，上吊即马着爱着玉莲找倒来。哎，玉莲敢会送袂明等去你家？既然拢是无法度挽回的代志，莫搁去想啊。以后日子要安怎过？这是上重要的，对不？我知影是我的不对，以后我袂阁予阿平甲厝的人操心。你放心，我会尽全力。那安尼，我来走啊。有人，有人，你好好照顾，好好照顾文平啦。我
我要都不方便，也无可能搁安尼来看伊啊。过了真好，你唔免烦恼我。有人去跟阿平上顿来，干嘛呢？真是的，阿平听。好啦，卖讲啊，咱等你。也唔过阿母透早去向你家上顿。有人，你在讲啥？天龙，恁对有人到底是安怎？这是阮家难事，轮袂着你讲话。恁大家是不是对你安怎？无啦，是报了送唔到去，阮大家唔才会去上店。你莫好白想啦。敢是真的？有人，该改善遐济要创啥？行啦，等去啦。有人，等下阿平甲我问，我要安怎甲伊讲？你甲伊讲啊，讲。我要讲啥？你遐尼想阿平，阿平佫遐尼想你，我看过去，甲阿平吃顿就好。天罗，你凭啥物要甲阿平吵走？玉平，我是玉莲的翁婿。你安怎？好啊，莫佫讲啊。天罗，咱等来去。你找玉莲又佫安怎？阿平是我甲玉莲生的。正常，你甲我听清楚，今日我不但找玉莲。连阿平，我嘛要抢过来。你是在讲啥？你怎啊？有人！你想要安怎？有人即马是我的牵手啊！这个秋天咯，为着玉莲，什么代志都做做。阿平若加点么加一工，早晚会出代志。玉莲，玉莲，玉莲，你稍等一下啦！你干嘛？你抢啥？你会娶我？是为着要在这种小事情？你在后边讲啥？我我跟阿平是老夫妻面家啦。你难道想要直直一定要抢到手？你误会啊！我无迄意思啊！玉莲，你听我讲，我对你是真心的啊！对我是真心的。现在大家在看到世聪，都跟他看到阮秀兰同款。更讲你真讲，只要将世聪给拍好的，我等于我老爹爹辛苦拼下去。不是安尼，我是，我是大概看到你跟伊斗阵，我。你得相信我，无论我做啥物，拢是我太爱你啊！但是讲你爱我一干咯，阿母伊敢要接受我？哎，我就是要载你回去。母伊，阿母已经答应，让你回去。我现在什么都不爱你，请你相信我，相信我好不好？
件啊？我是。阿姨啊，阮阿母咧，老头家娘敢若身体无啥爽快，伫房间休困啊。你来啊！阿母，啥物人叫你入来？我的房间莫甲我用垃圾。嫌啦，佮有甚物代志好啊讲？你哪就安尼啦？我安怎？玉莲伫咧外面安尼走几工，我今日落着歹物啊，你来。阿母啊，玉莲伊。阿母，我知影啦，我即摆出来去卡面哦，将迄鞋仔拭清去。唔免啦，甲破鞋就是破鞋啦，较穿嘛袂清气。阿母你，恁老母人恁无爽快，莫掺啦。你去问你的事情。阿母，你是对无爽快，敢要看医生？我也无安怎，谁来叫先生看？阿母啊，我是烦恼你的身体啦。哦，哎，还阁有效哦。但是恁老母真有灵魂，食老就爱退后。你也是哦，去关心恁那个水某啦，你莫插我这个老的啦。阿母，可是讲你身体不爽快啊，想要吃啥？我即马出来去煮啦，好不？哎呦，我无迄个命啦。阿母啊，你有连是一番心，你着。我敢有迄个福气？阿母，阿无，我会炖一个鸡汤，啊炖好甲你捧来，好唔？好啊。既然你甲要表现一下，我着莫让你歹做啦。玉莲啊，对即摆去三顿，我拢要带房间食，我袂去破坏恁的胃口啊。欠啊！你莫愈讲愈离谱好无？玉莲啊，是为着你好，人伊吼好啊啦。我足忝的啦，恁拢甲我出去啦，我要睏啊。出来就出来了。公啊！啊！等下要入来，甲我摕一罐盐米入来。什么意思？我今日去用刷着。看有人行到安尼，一定是大家对安怎？这两个联系，你哪知？谢强，唔通阁交叉玉莲生活？我无啦。你无？你还可要骗我？谢强，你甲玉莲代志，我不敢捌讲过啥物。其实，我不嘛真介玉莲这查某囡仔。兼过，人已经嫁去酒家。谢超，假使讲你若为伊好，希望伊幸福，你若可去调查伊，回点酒家做一个好媳妇。这我拢知啊，兼过，我感觉有人伫酒家一边无快乐。我，我不嘛是要做过人的媳妇。一个早人上惊洪公用啊话，你若搁去交叉伊，你敢知影？以后歹做人，你知无？知啊，啊，不过我就是看袂做啊。你看袂做，你是感觉讲玉莲无应该叫周天乐对唔对？对，玉莲根本就无爱伊，
这张婚书，这张婚书已经成事实啦。当初是那不是我阿蛮一脚无？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伊周天龙唔捌娶过某？世上，你唔通搁再家己骗家己啦！你玉莲的将来，你敢无法度互相保证是？你一辈，你若看到周天龙甲玉莲斗阵，你就无欢喜，你就生气。你唔过你有想法？王车当初是要接受讲，你甲玉莲有囡仔事实。王车为着你袂死，那伊就有迄个度量去接受着你甲玉莲所生的囝。你连一个怨言都无，一个查某人，我都做到这个地步，敢若有一个理由呢？就是真心的爱。谢秋，你敢忍心一个这么好的家后，在外口跟人家在流浪？听阿母的话，上该适合你，阿只有王启啊！一旦把你牵手走一世人路的人，也是只有王启啊！哦，记得。听吹的啦，听吹的啦。安尼就真好啊！你是怎样啦？你是伫烦恼啥？无啦，我伫咧想讲，算做讲将孟琪啊甲娶倒来啊，嘛是共款啊。啊，问题根本都无法通解决啦。你是讲阿平是？是啊。囡仔到要找老母，佫心动啊，挡袂牢。啊对，我是讲，不如哦将阿平甲娶去日本。那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啦。嗯，安尼嘛是对啦。啊，不过阿平才少岁，你甲送去日本，家己这是要安怎？啊，这你放心，我会找一个老朋友来甲照顾。老朋友？嗯。啥人啊？这伫生理已经熟悉啦。安尼好啦，这代志哦，就安尼决定。啊，听候迄个手续啊，拢办好了后，我即时。带阿平来去日本。你是讲你家己要甲带去哦？那当然了咯，啊，无要叫谁带？但是你千万爱记哦，这个代志不用让世宗知影哦。你是讲你要偷偷甲带去？是啊，我带伊来去日本大几年啊，也听候往事啊，甲世宗因两个人的感情若稳定了，再过来讲。
再想什么啦。公呢？阿母做公的啦。阿母，你想较开咧啦。你讲啦，哪有人常出一家公啦？明明家己都破病要死啊，无钱好过生。干嘛无甲我讲啊？你讲哪几落人啊？哪几落人？咪呀！你这人啥客人？哪有美丽老母啦？啊！我老母，伊就是太妄欺负啊！卡早落去，我细姨该挂出来，做我是嫁来流落。到落尾啊，煞带着规身躯病，伊一届，都是无钱头看先生才会，阿母，阿咪，你死也袂用讲我转来啊。你是我亏的啦！阮阿母一世人，从来毋捌做过啥物歹代志，到落尾啊，换来是这种结果。嘛，娶细姨哦，哈？不是安尼啊，我自细汉拢做媳妇啊，本来阮阿妈就疼我了，阿妹啊，伊就去熟识一个查某，阿多。天乐，啊，你在创啥？说到房间给阿母吃。不能这个样子啦。是阿母坚持要的。阿母现在虽然在生我的气，但是她还是让我进门，对我已经是很大的恩惠了。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她呢？可是她又不肯出来，阿爸已经劝她一个下午了。我现在去求她。阿母。叫阿妈啊，阿布，阿布，阿爸，先去吃啦，去你房门别插伊啦。我外面是啥物人在进进出出啦，吵死人家呢。阿布，是我来请你吃暗啦。我咧甲你讲话，你拢无咧听信。你若食饭饱，遐凊饭甲凊菜吼，才叫阿爷捧入来我吃就好啦。阿布，我求你啦，出来吃饭好不？你求我，我拜托你啦，你莫吵我啦，我爱睏啦。阿母，我叫你啦，你要中奖，阿母，饭菜我已经穿好啊，我会等你甲阿爸搁添料食了了后，我甲去食啦。我求你出来吃饭好不？叫你啦，去啦，去。
哎呦，天爸，你阿妹，我你即摆是故意的，还袂有相看？天爸，你唔通出来伤超级呢？你若要讲你超过人哦，你假贴老爱死哦，真是让你顶啊强去挖地抹遐去的，死狗，你要靠你两个目屎而已。好啦。阿爸，康乐，老乡，阿母，阿爸，您等到阿英，我想出来去啊。阿小莲，你去坐啊。我去头前做店啦。阿爸，你有闲闲坐嘛？你紧吃，你为遐坐是要用的。等你看我创啥？是恁某家己讲，卡灵啊才要吃，不是我叫伊卖吃的呢。对，紧吃紧吃。阿母啊，那唔食饭啊？今晚也未枵啦，巴肚也搁胀气胀气啦，等你气消再食。我也吃饭，我在外口吃一点粉的，啊，我这时阵叫叫恁入来吃，好。爸，哎，吃吧，来，有嘞，你去吃哈。嗯，我手气也好嘞。阿母，真是哦，好花别人种啊，啊水某别人放啊。其实哦，玉莲嘛是真可怜了。这七年来，伊家一个人带囡仔。你搁咧替伊讲话啊？想想的哦，这个查某原来也是无简单啦，真厉害啦。利用囡仔，啊抢走恁翁，啊搁甲你逼出来，啊你。你有够戆的啦！哎，戆到卖白酒，你安那叫人卖去，你家己都唔知哦。代志唔是像你想的安尼啦。无代志是安怎？我问你啊，阿姨是唔是甲恁翁结婚啊？哼，讲讲什么恁大家官，疼你敢那亲生查某囝嘞？
等你离开厝的这么久啊，我也毋看到半个人来这找你啦。我看哦，恁个大家官哦，原来也是憨憨啊。嘿，何必啊？莫讲阮阿爸母啦。蒙奇呀，我是你的好朋友呢，是烦恼你，烦恼你讲哦，会参像阮老母安尼同款。看你啦，你为着因你甲我付出这么多，因敢有替你想着什么哦？今仔不管我做偌济，拢是我心甘情愿的啊。安怎讲？讲嘛是一家伙的啦，搁你讲什么一家伙啊？啊，你住到底十几年啦？哦。啊！就因为迄个查某家生一个囡仔，啊，因就规个人拢骗我去哦，这算啥啦？敢若是为着囡仔啦。就连确实嘛是一个好查某啊。啊你，哦，你实在讲袂听嘞。你再讲，啊，因即摆搭就已经结婚啦，我嘛敢会当祝福伊，祝因白头偕老。身体无好，爱去食药睏嘞，唔通冻眠，知无？来，给你个药。多谢你。身体家己好好照顾嘞。你干咪？你家小奶奶啊？啊？你好，拜谢哦，拜拜谢。老板，老张，你来送信。安怎？又搁咧想变什么出头？变来骗钱，是对付你，我根本没什么出头。讲真实嘞，有当时我实在想无，你都已经有一个遐尼好的家啊，谁还搁来找咱种的哥哥弟啊？若不是因为你啊，穷凶迫害，想尽办法来拆散阮。我敢有人炸他！好啊，你讲，你到底来从啥？唉，我真正是替蒙奇感觉委屈啊！计予你这种，你讲啥？你知影蒙奇人伫倒位？我唔知呢。